对不起，不需要道歉。输赢很平常，每输一下就要道歉，那太麻烦了。我打得太烂了，所以下次打好一点啊。这次比赛主要就是为了练练大家，把团队现在的问题和缺点暴露出来，接下来的训练就可以有的放矢。不用气馁，尽早发现问题是好事。一挑三，有没有问题？ 老大加油！谢谢赢了，谢谢赢了！曹老师，我的稿子这下可以发了吧？我建议你篇幅不要太长，内容少，信息量大。那曹老师，你帮我看看吧。 行，那我帮你改改吧。好嘞，曹哥，拜托你了。我也看看这个。这见他们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往下爬。这真的是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训练了吗？ 那孩子跑去这个队伍，倒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呢。美琛，这个人多大，怎么也跑去星星？木叶老大怎么跑这儿去了？他退役后和叶秋有联系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这次叶秋复出。 就把他邀上来，他俩有交情吗？要我说的话，非但没有交情，还恨之入骨的吧？你瞧你不要脸的！好像有这段。嗯，我得看看魏老大现在的水平。调戏啊！魏老大依旧那么那啥。 哟，银装，武器也是银的，看来就是在这武器上。这个施法距离，要是换了索克萨尔的装备，会超1.4个升位格。这场比赛，看到了了不起的东西呢。你心里别不舒服，比赛是比赛，生意是生意。你们的买家不多，论诚意的话，我们星星绝对毋庸置疑。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不想离开荣耀的话，也不一定非要当职业选手。你看这队徽，是不是有点歪呀？怎么会？那是三角固定的，不可能活动。 是我眼花了。今后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好。你呢？如果有一天再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想再组建一支战队。还会叫无极吗？那当然。一定记得留给我一个位置啊。就怕那时。 我已经打不了比赛了。那不怕，以你的能力，在很多位置上都能为队伍做出贡献。已经有战队邀请你做这方面的事了，让你做什么？大概是工会方面的事。去吧，很适合你。
邀请我的是星星。星星啊，他们现在就是支挑战赛队伍，本赛季挑战赛还有加试，最终没有出现的话，你至少应该弄清楚他们队伍的延续性再做决定。至于其他方面，你完全不要介意。好，我会考虑清楚。战队的处理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东西就留给你吧。我？找一支好战队，和他们一起好好的经营下去。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星星战队是在这边吗？已经打了23分钟了，这个是不是指导赛啊？录像存好，回去好好看看吧。好了好了，换人。怎么打了这么久？这小子到底是谁啊？我出去一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累了，去遛个弯。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全都是问题，全都是缺点。你走之后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明明退役逃走了，还要这么用心的提点我？这家伙，他不会发现原来这只是一场指导赛，受不了了吧？你不知道吗？叶秋队长退役了。这个叶秋，居然在战队处境不佳的时候不管不顾。说什么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呢？现在抛弃战队的也是他。可怜秋飞一直以来那么信任你。以后不要被赛场上的小意外左右，以后不要犯这种错误。叶秋，可恶！为什么？你到底为什么要？
你怎么跑这儿了？老板娘找你呢。啊，来吧。哎，这段时间进步不小啊。你对局面的预判还是不够啊，你在着急什么？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操作者的精神，拿这个来分辨操作者是谁，比看操作习惯还要准确。哎，秋飞，没事吧？叶秋这家伙藏头露尾的，也不知道搞什么花招。比赛就比赛，故意要打成指导赛，什么意思？侮辱人吗？搞个草台战队，存心就是来恶心我们的吧？我看他呀，就是见不得家世好。你就说你吧，原本大好的前途，结果他甩甩袖子就走，弄得现在你这样不上不下的，他有没有点责任心了？他就喜欢说什么荣耀啊、胜利啊、团队啊，可队伍陷入泥潭，他拍拍屁股就走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？虚伪，呸！我看呐，叶秋他，哎，好了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老大，这图你不熟，不要掉水里。没问题。喂，站住！比赛正式开始，两名选手快速接近。小青率先发起攻击，高速入侵，凭借自己高强的机动性迅速贴近。小青借力跳到了栏杆上，跳来跳去的真烦人。胆小鬼，有本事下来单挑啊！有本事，你上来呀！小枪占据了一个最佳射击点，王子入侵完全无法近身。这个时候就应该下水了，包子，还在犹豫什么？这次比赛输了都赖你。包子，你快反应过来呀！这地图怎么这么绕啊？这怎么绕？第一场，小枪完胜。不愧是无极战队的队长啊！这场比赛的结果赢得毫无悬念。一帆，下场你上。第二场地图依然选择了临江水狼，神枪手射击此处对阵鬼剑士一寸灰。无极战队的排兵布阵很有针对性啊，难道这场比赛又将是速战速决吗？下水了，一寸灰选择了跳下水了。水战可是非常讲究职业技巧的，面对曾有职业经验的无极战队，一寸灰选择下水十分有魄力啊！追出去了，射击此处在岸上寻找对手，看来在水中确实很难确认方位啊。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也不敢下水啊。得，漂亮的伏击！一寸灰的水下潜伏战略太精彩了。一番好样的，赢得漂亮！怎么这些弹幕还在一直骂呀？打得不错啊，老魏，是你出场的时候了。好嘞，本大爷这就让这些后辈好好学习学习。碾压，实打实的实力碾压！正式比赛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了。就这啊？你悠着点吧，接下来还有团队赛。擂台赛小唐你先上，争取拖住他，打个一挑三也是可以。啊，我尽量。Nice。好样的，注意调整好心态，别掉以轻心。好。尽力了。唐若妹子已经打得很好了，
还有一场，接下来看这家伙能耗多久了。你干嘛呀？不打了？打完了呀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没什么好惊讶的，我比他们熟悉地图而已。单打独斗咱不一定输，但团队赛，对手是专业队，大家不要轻敌，加油。队有什么好神气的呀？星星也就那样了，垃圾战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星星就是个垃圾战队，你没听清吗？突击战队要加油啊！痛打落水狗！啊！星星才是最后的赢家，突击早点哭着回家找妈妈吧。突击必胜，突击永远的神，突击吊打星星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突击就是牛，突击。在干嘛呀？跟疯狗一样。星星的人气不过如此嘛。星星加油！女神来了！